今天真要到御书房看书，我就当吃饭，满汉全席我吃到饭，我只想沐浴知识海洋，一露屁股坐在红花岗畔，和皇帝雷惊分一盘，喝口龙金文字盘下，四十二将近看到第二十四将，小鬼子拿给我一堆奏章，我叫他拿个玉器随便盖个章，天下大事真的太过分，大臣受了俸禄该知道怎么办，而今天真要到御书房，太后召见就说我忙，看看棋谱念念笔，准备好微服出群下江南。